波姐专业和业余球员发球技巧，盯短球看长球，业余是看长球盯短球。来，业余球友一般都会发出台的，除非业余中的高手才想到发短球，基本上长球多。所以说我们业余球友一定要盯长看短，专业是盯短，就是盯住短球防住长球，这两个它的比例。其实业余球友当中出现长球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多的，你稍微控制不好力量往这里一发就是一个长球，他想发短他也发不了短啊。盯长看短，专业是盯短看长，专业在一局打球比赛当中鲜有出台的，就是一局或者今天晚上打一晚上只有一两个偷长了，80%的球都是短以上的。那么我们业余球友没有多少短球给你打的，基本上这个球都是发出台的。所以说我们的球板放在胸前放在台面，我们就要盯长看短，听懂吗？